个是及时，那么在一发现淤情，就很快地把新发地进行了一个封闭的管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在发生这个疫情以后，我们及时地制定了一些清理消毒的方案，到现在为止，清理消毒的工作都是按照方案来推进的。第三个呢，应该来说是有序，那么这一块工作涉及到的面比较广，涉及到的部门比较多，大家通力的配合。